还有脚还可以这样画一圈。这是看小五哥的影片吗？对，就是以前在学这首歌的时候，看他的那个 YouTube， 然后看的觉得他这个很好看，对不对？爱你哟咿哟咿哟咿。爱你哟咿，他可是他不在悠悠上面了，爱你哟咿哟咿哟才开始这样。对啊，可是你脖子有动吗？刚刚没有。没有。那你再看，你就要这样子哦。那个不适合语境哦，是哦，对，你看鸡走路就这样啊。对，丁小文老师请。语境现在真的越来越有这个卫冕者的气势跟架势出来，非常非常好。但是老师有一点点担心哎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分心要去做表演。今天这首歌唱的怎么有一点保守啊？语境自己有没有觉得？嗯，今天这个舞蹈动作比较多，还要走很多的台步，有一点分心，有一点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小文老师之前有说过什么？续航力。你就是在背答案，续航力，所有的问题都是续航力。丁老师有说过什么？这边还是唱歌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对。表演是来加分的，但是不能因为表演舞蹈忽略了唱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还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语境今天这个歌虽然没有说唱不好，但是不到精彩哦，这个对卫冕者就很危险哦，对不对？对，唱歌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加油。秀兰玛雅老师请。好，语境，你今天的轻重音唱得比较平均，就是可能平均的稍微轻了一点点，醉都可以卖修贵气，其实你唱的都很稳，但是我觉得你口气再加强一下，你会让我们觉得说，哦，你这首歌唱的更好，就是你更了解这首歌。比方说，醉都可以卖修贵气，贵气剩下米，有没有？贵气剩下米那种，有一些地方稍微加强一点，贵气。有没有那种口气，那种有的时候吐一点气出来没关系，让你唱歌的感觉可以层次更丰富一点。子云今天会过关吗？想要，但我也不想看到他哭。哦，心理策略蛮高的。对，他下去就威胁人家，你今天有压力啊，你要好好表演啊，对不对？人家还没就被恐吓了。对，很懂得欲擒故纵。对呀，啊，然后对另外的选手，哎，你不要哭哦，待会不要哭哦。他是发自内心的关心，希望他们不要落泪啦。是，我怎么看到他？不要扭曲他的意思。我看他越来越像我女儿的感觉。你觉得今天会输吗？会不会？你看眼睛快流泪了，对呀，怎么那么紧张？万一输了，真的不要哭哦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祝福子云嘛，因为他也做不久。什么事？我要跟你坏话讲话。那我们来打赌，你上次是过年嘛？我现在赌你赌到中秋节，你待到中秋节。好。待到中秋节，我包6000块红包给你。哇！中秋节哦，现在才端午节哦。今天呢是挑战，他是徐子云90.9，张雨静。能不能顺利过关，或者失去卫冕者宝座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我们的语境今天的表现，分数到底可以来到几分？88、89、90，小数点，超过了91，小数点继续跑，恭喜得到91.4分，成功卫冕4关，累计奖金40,000元。哇，这是。他刚刚真的哭嘞，你看。太紧张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跟你讲，有空你。有空我一定要跟你多说一些热色话，让你接受。不会被心理战打败。对对，不要被心理战打败了。好，也恭喜你过关啦。对，子云也越来越进步，我们俩约定好了哈。嗯。中秋节啊。哎，谢谢两位。谢谢你们。